张惠妹自曝演唱会后遗症，我怎么能够不瘦？我进录音室唱，这个眼泪一直在飙，因为太有感觉了。各位观众，张惠妹的电影《小时代四》唱主题曲昨天没有公布。阿妹乌托邦世界巡城演唱会前进中国，小时代导演郭敬明特地送花替他打气。不过至少20场演唱会等着他，光想腿都软啦。台北演唱会那个时长，让我完全体力是一个极限。接下来在内地的所有的城市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星期一个礼拜大概一场。所以绝对没问题。那这次看起来好比上次又苗条了许多，就可以减肥。一定要的，你看时长，我怎么能够不瘦呢？好累哦。那时长下来瘦了多少斤？没算过。会不会羡慕导演那个苗条的身材？导演，我们公布演唱会好不好？导演是男生，所以还好。对，女生有肉一点好像比较好一点。苹果娱乐 online， 这么傻的眼睛是什么东西？报道。全民当记者，全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这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你爆料，我捐款。